乐队客家文化演出，响应当年五一的有国际博物馆日，今边就举办的客家喜游好客代表合作串联体验活动，还个同十四只彩铁沙台前面合作意向，本年下大帮数作体验活动，向下来传承客家文化。那这个地方会比较暖，后面是比较硬。对平农烟新兵乡来介绍村庄总镇乡，用平农教育学教创意，首先同平农皮拔开了以后，捞出一丝一丝的纤维，丝丝啊挂钩的，一旦平农立马雕丝路做好的，总镇乡回忆也是童年时期最熟悉的印记。那你出出啊道路用是薄的土而已呢，硬硬的硬呢。身体咧，硬咧会做咧呢陀螺，一硬咧都讲扣嘛，做细扣嘛，都打陀螺都用呀。好，报来了，2021年六队合作串联体验活动。合作中心邀请全国嘅社团到六队客家文化园区，带游客透过数座体验活动，打造六队生态博物馆。博物馆系利用对客家共同来实践啦，哈，用心来做，因为按到社区。用经验博物馆的目标，社群的力量来做相关的教育平台推广。延期表示，博物馆业除了合作的社团以外，替拜感业的新出名，泰国同业南建制艺术事务所，还有原住民琉璃族的体验，呈现多元族群社团多年努力的成果。加入六队延期资源平台，推广彩铁的文化同产业，也为国际博物馆业创造很多多元的知识教育体验。客家新闻潘胜旺频道报道。